历史为镜，以古鉴今，笑谈天下新鲜事。岂有此理，开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吕杰，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为什么今天的造型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快乐的话题。什么叫做酒店文化？你对酒店的印象是什么？是进去就有两排，我们说这个穿着华丽，但是又有点匮乏的女孩子吗？啊，老板晚上好吗？哦，那到底什么叫制服店？什么叫笑一个较细声的呀？哎呀，到底什么叫制服店？什么叫便服店？什么叫礼服店？台式酒店跟日式酒店的差别又在哪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大家还记得华灯初上吗？华灯初上呢，他的这个脚本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就是今天来到现场的 Sienna。孔班娃，大家好，我是林森北路最出名的赵淑烂妈妈桑，我是 Sienna。我觉得李老师你太厉害，什么叫匮乏？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笑点衣着华丽，但看起来匮乏。情料较少啊，对不对？我要来之前，我就因为我笑点，其实我知道我在林森北路混得好，就是因为我笑点低，很容易啼笑。不是不是，然后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说我要上节目的时候，我一定不要笑得太夸张。我别讲你老别笑，嘿啊！所以一开头我就已经好，对不起。我问一下，是就是什么叫日式酒店？是什么是日式酒店？你像我这种打扮，你一看知道我在兄弟岛嘛？对，兄弟岛嘛，只会跑台式酒店的客人。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就是只会跑台式，因为你们来日式酒店也不会习惯。什么是日式酒店？什么是台式酒店？就是50%以上的客人都是台湾人，消费模式、服务方式都偏台湾人喜欢的是台式酒店。那日式酒店呢？就是50%以上的客人都是日本客人，是消费模式、服务方式都偏日本人喜欢的叫日式酒店。那台式酒店私台制比较多，日式酒店公台制比较多。台式酒店也有公台啊。做一转一啊，我听不懂那个什么意思，但应该没有脚本写的了，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卡本西亚呀，哎呀，一集赚也无贵，也不甲家庭适合，等于个爱贵甲二九美，哎呀。OK， 我知道台式酒店，因为在台湾客人为主嘛，所以在台湾的陪侍业的业种就会比较多一点，适应生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礼 K 店啊，什么制服、便服、礼服啊，小吃啊，半套喇叭什么之类的，就很多各式各样。但在台湾的日本人因为数量有限，所以大概就日式酒店就那样个款式，都在林森北路那边啊，比较多。其实全台湾早期都有，就是北中南都有日式酒店。那但是因为现在日式酒店像早期的 BBQ 一样不再被这个社会所需要了，所以其实全台湾应该倒到剩不到30家店了。因为日式酒店到底长什么样子叫日式酒店？其实它就长得很像一般的沙龙，就是酒吧沙发沙龙那一种感觉，它就是开放式的空间，然后这一桌客人都看得到这一桌，这一桌客人看得到这一桌。那台式酒店就有点像是钱柜或好乐迪那种，有很多个小包厢，你跟你的兄弟坐进去之后，小姐用选妃的，然后消费模式是累加式的，是，也就是你选一个小姐是一个价格，选两个小姐又是再加一个价格。当然了，这个包便当箱你包两粒当然要较侪钱啊。对，那但在日式酒店它就是一个价格，比如说我们坐下来一个人就是1200到1500的人头费，那日文叫 table charge， 就是桌面钱的意思。那你两个人来就是2400，那开一瓶酒是可能是5000块起跳。那我们里面有七个员工在上班的话，那就7个人会轮流过来陪你聊天、喝酒、唱歌，对，然后从晚上8点到凌晨1点都是包含这个价格都包含在里头。那桌上的小菜啦，从晚上八点到凌晨1点，对，这是日式酒店的营业时间。是是是，对，然后你如果还有就这瓶酒没有喝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只要付桌面钱，就是1200块。对，1200块，然后从8点喝到凌晨1点，然后7个小姐一样轮流陪你聊天，桌上的水果小菜假烫害，然后只要1200块。那第二次去就比较便宜，我们就赚9000，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另外会有什么同伴的费用，同伴的费用就跟客人去吃饭，然后再进场框。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框，但是因为应该有点像框。
但反正我们可以晚一个小时进店，客人要付1000块，小姐拿900，店家抽100。以前的店啊，现在我不想。就是小姐陪她出去吃个宵夜再回来，吃晚餐，吃个晚餐再回来。对，那12点你可以提早再去吃一次宵夜，然后一样可以再抽900块。哈，对，所以我在日式酒店上班的时候就变胖了。就是小姐抽900，你们店家抽100。对，因为店家还会抽人头费跟酒钱呐、啊。这样子划算吗、啊？所以其实日式酒店的薪水不高啊。我们就是、比如说台式酒店，因为、语言是相通的，是好，然后、文化也是相通的，所以他有可能在短期之间就捞到比较好的金额。如果你年轻又漂亮。可是到日式酒店，因为来的客人年龄层比较高，也就是公司不会派年轻人出差。嗯，对，他就你就进公司大概7-8年左右，然后跟你讲说，啊，你去台湾出差。哈，对，然后来到台湾，那也不定年纪大。如果他22岁进公司，来台湾才30岁而已啊。那也有可能是就是能力比较好的啊。嗯嗯嗯。对，然后来到台湾出差之后，然后。可能公司带你去日式酒店什么之类的，所以相对之下你也不会对小姐太毛手毛脚，因为第一个我语言不通，第二个是我不懂这边的法律，第三个是这不是我的国家，对，然后所以相对来讲，我就觉得我们日式酒店是有点像所有的陪侍业里头的比较像公务员这一块。所以日式酒店听起来很像卡拉 OK 啊，对对对，就卡拉 OK， 然后在旁边有人在帮你倒酒这样子，就是有桌边公主的服务，公主对。你好会一些术语哦，老师，你脚本写的比我还丰富。我们从小就喜欢看一些报章杂志、啊、对漂亮宝贝桌边公主，对，我当时要去应征的时候也是看分类广告，因为现在都是网络在就是真的。显然 我看他们说，就是你后来为什么会踏入酒店业，是因为家里经济环境不好。其实我原生家庭条件没有到那么差，我自认为啊，因为我13岁就开始出来打工了，所以自认为好像没有那么糟糕啦。对，因为我13岁就长得蛮大只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童工，就是限制那个未满18岁不可以做什么工作。我那时候13岁就出来打工了。13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我就便利商店啊。嗯嗯嗯。对，然后就下了课之后，然后先去餐厅。做到10点，10点再去便利商店，再做到12点，然后再回去睡觉。然后早上7点再去上课。那为什么会踏入酒店业？酒店业，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在我25岁那一年，传直销很盛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卖成传直销。那我就就是一群人在那边努力努力努力，成功成功成功。我跟你说，我还被送去什么潜能开发课程，然后。因为22岁嘛，那时候22岁，然后还在众人面前宣扬我妈妈多棒多棒，然后我就屌了嘞，就被洗脑得很严重。然后因为那时候又没有什么药事法，就是你不能宣称有疗效的那种法规，那时候还没有。然后那时候就是上线门就把我洗脑得很严重，然后你又要花20几万囤货。然后我那时候就刷爆了6张卡，不止我背了信贷，然后连加入我的下线都是背信贷进来的。然后后来真的是有一次去法国之后，发现根本台湾那一个就是骗人的。哇，你背了那么多债，还可以去法国玩、哦？因为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法国男朋友。哦。对，然后当然就省吃俭用的那个飞出去这样子，然后在还没有联航的那个年代，然后就去法国，然后回来又穷了半年这样。然后我就因为我在传直销半年就抓了20几个下线，我蛮努力的。然后业务高手，对，其实我离职，我没有做那个传直销之后，后面其他公司一直疯狂挖我，然后我就跟我的下线，我就回来台湾之后，我跟我下线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骗人的，而且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把它卖给一个三峡的某一户人家，然后他家徒四壁，然后因为爸爸有气喘，然后女儿省吃俭用。买了5000多块的产品，然后就以为可以改善爸爸的呼吸道，然后我也以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是有用的、可以改善他家庭环境，然后可以改善他爸爸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卖的非常的，当时我觉得我在帮你，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造福怎么造福人群，对对对的事业，我觉得太棒了，就后来没想到那变成是我的噩梦。可是我看他这边写说你高中的时候却去应征半套店，哦，小时候不懂事，因为高中的时候是在台中念书，然后台中有3多啊，哪三多？台中有3多啊，哪三多？台中就是酒店多啊，motel 多，黑道多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快，你看到了，那 cue 你，
所以就是那时候进去那个在找打工机会的时候，就看到好像这个钱比较多。对，你怎么会去半套店？我不知道他是半套店，我是进去之后我才知道。然后就是他那时候就像刚讲的什么桌边公主那一种的，你只要清理桌面的工作，然后什么还写什么保底1000什么2000之类的，然后我就去应征，然后日领，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两个弟弟要养，然后因为我爸欠债，然后我的学费是我高中的学费跟我弟的学费是我在缴的，对，然后房租也是就是我要拿薪水回去的，所以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当天他就叫我上班，就说你带你被冲下，我说没冲下，不然你留在上班啊。我说哦好哦好啊，可以上2小时就走嘛，这样。他说可以啊，这样。然后我说因为我等一下晚上我是上夜校的，我晚上还要上课，对。然后就那2小时他就把我丢到一间包厢里头，然后就是那个做工的阿伯的那种人，客人就进来了，然后就先聊天啊，先唱歌啊，然后之后就突然的把他就站起来，在我旁边站起来，然后就把裤子这样刷的掉下来这样子，然后就说：“哎呦，我跟你尬哦，因为那时候就是阿伯跟你讲，阿伯跟你尬哦，我跟你讲哦，查甫人的下，然后就要开始讲，然后就突然把本来是裤子拉下来，还有内裤仔。”对，然后我想说，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因为他在讲什么，我已经开始有点吓到，然后就现在要把内裤脱下来，然后把我的手抓过去，然后要帮他撸，然后我就整个吓傻，但是我又无法动作，就是僵掉了，所以我竟然撸完了，你们闭啊，你讲我就听我，还你们闭耶，然后因为太震惊了，然后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就整个状况外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整个就好像就你知道就故事情节就是刷 OK 我就拿了2000块，然后我就去学校了，然后到学校就开始疯狂洗手，然后接下来上课之后，那时候你高中未成年呢，对，未成年，对，然后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但是我天性乐观，所以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直到出书的时候，老师又很会把我的那个深层记忆挖出来，因为我文笔不好，所以这本书是请翠青老师帮我代写的。然后翠青老师很棒。我看你就是你的书里面也有写到嘛，就是你小时候是父母离异，对，然后你是跟妈妈。我小时候是先跟妈妈，再跟爸爸，再回来跟妈妈，对，差不多，反正就很复杂。然后你爸有把你骗到台北过。对，对对对，骗到台中，我们本来是住高雄，是，然后后来骗到台中来。你都养啊？我其实是高雄出生，但其实因为我老爸很可爱，就是，一百六六 K， 就是我国小就念了4个学校，然后国中念了2个学校，高中是我付钱的，所以我另外一个学校，对。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你做过直销嘛，对，然后后来你决定到酒店去上班。因为那时候最低应缴金额都来到4万多块，我在百货专柜的薪水才3万多块啊。然后就你的卡费。对，然后那时候也已经想说算了啦，就被卖掉好了啦。所以你那时候也是大概就是也是有办那个 George and Mary。啊有，因为我是百货公司的那个正职人员，所以我们在办信用卡都会比那额度都会很高。嗯嗯嗯。对，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卡债的。就是那种信用卡概念还没有那么普及，然后你不知道信用无价这4个字，虽然他一天到晚都在写，对，但就很像酒驾是一样，叫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你还是会忍不住，对，要忍住啊，要忍住啊，就还是对，要忍住。然后信用也是一样，就那时候，我还记得，应该就是同年纪的那个朋友们，大家就信用卡办得很疯狂，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又在百货公司专柜，然后就那个什么，我也没有买奢侈品，其实我是把它拿去还债，因为我那时候就变成以债养债，我就是那时候让下线，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背信贷进来的，是，然后大家都是百货公司同事专柜比较多一点，那与其所有人一起倒，干脆我倒就好，然后我又是你们的上线，然后所以他们，所以排开，然后他们就开过没有。开过，然后我就半价买回，然后或者是你公司愿意收回去退钱的，那你就赶快拿去公司退啊，退不掉的，我来吸收，所以那时候就从本来赚20几万，然后急速负债到80几万，对，
然后就最低应缴金额就来到40000多块。因为你那时候是去酒店应征的时候，直接跟妈妈讲说你可以做 S。对，我以为都要啊，就是自从就是你知道那个小时候那个经验，就以为所有酒店都是那个样子，然后我也觉得不要紧，我已经想好说辞了，其实我都已经想好说辞了。怎么说？我就是想说跟我面试的那店家我已经大概考虑半年左右嘛，然后就跟那个店家讲说。就是可以把我卖掉，但前面10个可以让我挑嘛，就前面10个就好了，然后后面10个再随便推。你做嘛把酒提起啊呢？对，就大概前面10个又高又帅，然后愿意付钱，然后就 OK 啦，这样。他又高又帅又有钱，我希望他为什么还要去那个地方？不一定啊，人家空虚寂寞觉得冷啊。我跟你说，男生生理哈，哎，这个就是另外一堂课。好，我们等一下来上这堂课。然后反正就是到后面妈妈上次跟我说，没哦，我们身体是最后一道防线。我说阿刘，这可怜哦，这少年的欠钱哦。啊，给你介绍不？你要讲啊，欠钱跟少年无少年是无关系，欠钱就是欠钱啊。因为我在日式酒店，当时我进去的时候，我确实是整家店最年轻的，因为里面的上班的小姐的年龄层大概普遍来讲都是35到55左右。所以你那时候去应征就是日式酒店？对，然后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日式酒店，以前进来之后才知道原来酒店业有分这么多种。嗯，对，但是我以前都觉得，就一般人的印象，就酒店大概就是那样，我要脱衣陪酒，然后被性骚扰之类的，然后就是要宿醉或者是要做 S 什么之类的。但其实进去了日式酒店之后，然后跟我现在做了娱乐工会之后，发现哦，原来业种有这么多个，然后每一个不同的行业别，有不同的服务，然后带给男人的价值也不太一样。对，所以你看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去应征半套店嘛，你算误入歧途嘛？那都是误入歧途，因为他不会写清楚说，嘿，我们是半套店正在征人哦。来正常看嘛，怎样呀？养生护肤，那是你们觉得看得懂啊，但对年轻人怎么会看得懂？那是你们有经验的才会觉得看得懂。我没有经验啊，我没有经验啊，不是脚本写得清楚的才会懂。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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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在日治时期有流行过酒家。对对对。酒家就是拿卡西。对对对对对，因为熊炸型应该想那供了哈，就是当然我们说风化行业或者是风月行业，其实自古以来都有。好，在古代中国叫青楼嘛，对，然后到日治时期就发展出所谓的酒家文化。对，那我常常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跟观众讲过，其实酒家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是不是你想象中进去就是呼吸呼吸 HOHO 这样 How much 这样，不是的，它其实以前的酒家，台北那时候有四大酒家人称江东春蓬嘛，江山楼、东惠芳、春风得意楼跟蓬莱阁。好，那这边特别再科普一下春风得意楼老板是谁？蒋渭水。好，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创党人，不是柯文哲，日时期那个叫蒋渭水。而且当年的台湾文化协会就是在春风得意楼里面发起的。是，的确在酒家，它是一个非常高档的娱乐场所。对，不是像你现在想象的，就是我们在新闻看到的脱衣陪酒的酒店这样子。对，以前在酒家，你要摆一桌全席的席。规的哦，因为后来有半席嘛，酒家菜那种的，对对对，全席正统的酒家菜。日式起哦，叫那个叫台湾料理，它就是结合了闽式、粤式，还有日本料理，然后新融合的叫台湾料理。那台湾料理这样一桌下来要多少钱呢？大概等于当年公务员3到6个月的薪水。那也就是说，摆一桌大概折合成现在大概要10来万。那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因为以前没有冰箱。所以你吃的东西都是现台的，鸡啊现台，鱼啊现台，甚至吃牛可能也现台。OK， 好，那很多人去，那酒家最大的特色在哪里？它有艺妓，对，它有艺妓陪酒嘛。对，那当然当年的艺妓也不是像你想象中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八大的小姐，好，那时候艺妓是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对对 对， 對。那日式酒店也是这样子玩吗？我们早期的日式酒店小姐也是类艺妓的培训方式，因为在当时的网际网络跟手机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你要学第二语言要花很多时间嘛。交合你干的代志啊，哈。对对对，其实是好。那所以比如说像1980年代、90年代的日式酒店，原住民小姐的店最受欢迎。
对，因 为什么？比如说，因为他们的五官就比较立体，对，然后又会喝酒，又会跳舞，重点是我真的能喝，对，很厉害。然后再来就是很多都是早期有接受过日本教育的，所以他们的日文也比一般女生学的来得快，因为可能阿公阿嬷也都在讲日文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早期比如说80年代尾巴90年代初的时候最红的时候，大概都是原住民，有阿美族专门的店啊，泰雅族专门的店，我甚至说年纪应该都很大了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早期是我记得我因为我是末代小姐了，所以我拿到的补助大概只有一两个月而已，就我们日文是一定要学的嘛，然后接下来是高尔夫球，因为早期的社长们都很爱打高尔夫球，好，然后接下来什么插花、茶道、瑜伽，这五个是一定会的。瑜伽是怕你旗袍穿不下了，好，然后插花其实是店里吼妈妈长们都有一个那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在店里插鲜花，因为店里不能放假花，不然就是假情假意，你一定要放真花这样子。那所以就放真花也是假情假意啊？没有哎，我觉得妈妈长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说你店里就是不能放假的花，你就是一定要放真花，所以就是每个人。礼拜会有女孩子要轮流插那一盆花，是，然后就还要跟客人介绍，那时候还是有两大流道是在调通流行的，但我忘记名字了，然后接下来是茶道其实我只有上过一次，然后是到阳明山的某一个日本人夫妇的家里，然后就那个爸爸妈妈都是穿好那个日本的和服，对，很正统，然后就让你那土下坐的坐在那里，这样正坐啦，就正坐坐在那边这样，然后看他们在那边，然后大概是讲近代史，就会跟你聊，比如说茶道的历史，对，然后跟最近日本比较大家比较流行的话语是什么之类的，对，但其实因为我脚已经麻了，五分钟之后就麻了，根本不知道妈妈想在讲什么，爸爸想在讲什么。但听说你酒量很差。我不会喝酒。你不会喝酒，怎么在日式酒店上班？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客人他喜欢灌小姐酒，对，他认为没有喝醉就没办法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台式酒店的会这样。我后来分析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台式酒店的酒比较便宜，然后小姐要算台费，所以就是。酒会尽量可能是买二送一，或者是压的比较便宜。对啊，几周啊？对对，可是，在日式酒店，因为小姐是公台制，我们没有收那个陪侍的费用，贵是贵在酒钱。是。所以，如果在日式酒店，他不会灌你酒，因为酒这么贵。你对，你在那边喝很快的时候，客人会跟你说：“怎么了吗？你心情不好吗？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喝。”就是看你在灌酒的时候，他会帮你加水。你等一下喝完，我还要再开一瓶。我们开一瓶。日本人可以叫 Q 哦。不是 Q， 他是 OK 花钱在你身上的，但是就会觉得，因为你知道在店里开5000块的那一瓶酒，在外面只卖300多块吗？哇，这贵哦！我们是直接乘以10倍以上的啊，对啊，所以客人会觉得说 ，OK， 你要喝醉也不是，所以我花蓝牌的钱，但是可能喝到松香水，没有这么糟糕啦，对，但差不多是这样，对，对，啊，所以不会灌酒，所以日本客比较不会灌酒，对，因为他会等一下如果要再开一组就会更贵，可是因为台式酒店。酒很便宜，妹妹坐下来就要算钱了，是，所以就会捆你喝啊，你给我喝啊，我就想说，我这个个性，我去台式酒店应该一天就会崩溃了。但是不是？那你们没有遇过日本客故意灌小姐酒的吗？真的比较少哎，我说灌酒这一块比较少，但是情勒倒是一堆啦，情绪勒索会很多啊，怎么情勒？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卖暧昧的场所，我们刚讲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件事情，我真的就要讲一下，就是我第一次去酒店是6岁啊，我们把丑话也 OK， 没有，就真的，因为我也是，我第一次去酒店也是，然后大概10岁左右，也是我爸带我去的，因为我们把他带去投水桃哎。是，就建筑的工头，对，那时候他们应酬很多，是，然后因为出门我们不爱闷嘛，那边多少什么会嘛，我们把得搞我出来，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对对对，我很觉得他足奇怪，奇怪，我们爸跟我们母啊都无交大，这个阿姨跟我们爸交好，你知道吗？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常会看到，就是好像酒店里面，就是他们到底是你说日式酒店，台式酒店大概就会灌小姐酒，对，好，就是拼酒嘛，哈，对对对，然后啊把小姐灌醉。哦，这可能就是40年前的检视方法。对 ，OK， 好啊，你嘎嘎嘎，哐的抓锤啊，对对对。那日式酒店如果不来这一套，那他们怎么情勒？我们大概就是客人会
以追到我们为目的啊，我对啊，就是不然就是当朋友，因为其实再讲回来就是会日本公司会派驻到台湾来做分公司社长，大部分都60岁以上，是比较多啦，就年纪比较大的，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比较害怕，是因为他们知道台湾性交易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就比较不会是我出一笔钱，然后我带你干嘛之类的。但当然也是有专门的店家是在做这种东西，但日本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被抓到会变成是两国的问题，是整个外交问题，然后有可能被罢官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你讲也无这严重啊，你想想这啊？没有，真的有哎，真的就有一个日本客人，很久很久以前的新闻了，然后就是喝醉，然后跟小姐在那个停车场，然后直接演起活春宫，是，然后就那客人就在日本人圈子里面传开了，这关时间哦，因为两个都喝醉了。然后结果那个客人工作就没了，老婆也没了，对，然后全部住在台湾的日本人都知道他是谁，这样子也、yes, 对啊。那你说那个卖暧昧是什么？就是追不到你啊，然后就会请了你啊。因为古早人咧讲哦，就是经典哦，就是你开钱去买两点钟的爱情，对，哈，对。所以怎么暧昧？怎么暧昧？怎么暧昧？对啊，你说日式酒店卖的是暧昧嘛？对。像你的前辈妈妈桑曾经告诫你们说，小姐要有矜持。对，要睡请睡副社长以上，因为在日本的话，在调通的这个文化跟在台式酒店文化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当时的小姐，我们店家都会花钱去栽培她，就是你的学费公司都会付一半，是，所以你是公司资产。如果你被某一个客人订走的话，那最好这个客人每个月都可以贡献100万以上的业绩啊，不然的话，妈妈想当然会希望是每一个客人都爱你。每个客人都想要追你，然后砸钱在你身上，对店家而言才有这个效益嘛。所以我们以前跟客人出去吃饭，要走在客人的右后方一步，我们不能跟他手牵手，不能在那边拉，哎，别再拉啊，坐在桌面上也不能这样拉，也不能。啊、你就请一个水壶就好啊，不，你也介意种有人坐的感觉？对啊，所以。台湾人来日式酒店不会喜欢就是这样，我刚讲了，两边的客人不会交，没有办法，日本客人去到台式酒店会吓坏，因为30分钟衣服就脱掉了，可以摸哟，怎么摸？要加钱吗？好，然后价格也是累加上去的，跟他原本想的不一样，所以日本客人不会去台式酒店，台湾客人不会来日式酒店，是什么？那个老，哎，对，阿个未摸的，阿未浸的，阿未烧的，阿个有花啊，阿酒阁遮尔啊贵，内底上少年的小姐都减我换两回，哎，对，啊这，所以台湾客人不会来日式酒店。好，然后我们有很多小细节的，比如说我们靠近桌面要蹲下，哎呀，人客就讲，啊，看我老未死的嘛，我贵。台湾客人就会这样讲，免惊这大的啦。对对对，但对日本客人就会觉得说，哦，你懂我们国家的这些小细节文化。好，然后我们跟客人敬酒，一定是要敲到杯子，两只手。然后人客就讲，啊，今麦要叫我干杯哦，麦搞我弄杯啊。哭掉就要打啊。哎，无，哎，对，我们没有，哭掉是礼貌。哎，对哦，那在这是跟台湾人喝酒文化跟日本人喝酒文化不一样。那你说暧昧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懂得这一些小细节，然后但偶尔又跨越过这些小细节。哎，我听说你可以一次同时拿捏4个男的。怎么问这么细？我都不好意思了。那陈若孔，我对这一段充满了兴趣，你知道吗？一次同一个时间可以拿捏4个男的。头靠在 A 的肩膀，然后手放在 B 的大腿，然后眼神盯着 C， 然后 D 要干嘛？用嘴巴再叼一个咯，用嘴巴再逗一个咯。啊，那不出代志吗？那哎，你海南可以修吧？我现在导览，我以前是一个人大概可以 hold 4个客人，我现在每次带导览一次都要撩25个人呢。对啊，就你们日式酒店就是这样子。那每个小姐都有这种功力吗？但没有啦，这每个小姐有不同的定位，就像华灯初上一样，就是各式各样个性的小姐都在这家店才会好玩。如果每一个小姐都是冰山美人型的，这家店就不好玩啦。我来这哪像念香啊，遐有花对不对？遐有酒，吼啊乌暗嘛，啊这隔壁都有食薰，啊我都在念香对啦，嘿，伊点几丛沙丛哦，沙丛嘿啊。啊，如果一家店都是女老师这一款的，那 Kitty 版应该没有5分钟也起笑了，就是太嗨了。我们以国是唔知啊，所以就是
一家店就是要有各式各样不同个性的小姐在，然后这家店才会红嘛。对，那所以不是每个小姐的功力都好像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其实你知道，在酒店业里面，第一名 number one 绝对都不是长得最漂亮的那一个，都是最有手腕的那一个。怎么叫手腕？手腕就早上起床左三圈右三圈啦、啊。你今麦是增效的店，你帮我们供点过无？你点个丁中红的店，系啊，少年的拢搞你卖，系啊。我不能笑太多，哎呦，牙没得。我们以前在日式酒店笑也是不能露牙龈，对，就是很多规矩啦。因为我们就讲啊，就是俗话常爱讲嘛，是，你卖用小姐的手段对付我，你卖用干部的手段对付我。对，那我们说在酒店的小姐里面，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比如说客人一坐下来，然后呢开始自我介绍吗？对，就你好，我可乐，你好，我雪碧啊。不然怎么办？不是，你知道这也是我们跟一般女生，就是酒店小姐也是人。那我们今天出来讲这件事，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知道说，我们也是一份职业，然后我们也是，虽然酸民们会讲说怎样又要讲了，是不是八大行业不偷不抢是标配什么之类的？但我要讲的是，其实你把田胜姐的袋子掉出来。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颜色田胜杰、啊，他本人超美的，我好喜欢他。OK， 题外话，反正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一般女生，她如果用这些招数、一般男生一招就中了。可是因为我们有标签在，所以其实我们要耍个十次或二十次，客人才会相信我们是真心的。来，哪一招？哪一招？我想中看看哪一招呀、啊？没赌鬼，你知无？哎呀、啊，我没看到我咧叫拢叫安尼呀。那我要讲就是，男生客人来到酒店，不同的业别哈，就是其实追求的不一样啊。是，对。那你说你想要体验这种东西，唔免啦，你家己的老司机呀、啊，都体验。哎呦，食到肚仔胃干呀。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那吕老师，你觉得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这个存在的必要？不然，因为我们就说实在话，大家也不用装圣人啊。对，本来就有夜生活的存在。对。然后呢，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党国大佬等级的长辈讲过嘛，只要你以为法案都是在什么政党团协商的时候协商出来的吗？煎熬嘛，他们都是在酒店里面协商出来的嘛。为什么哦？花好月圆嘛，啊边啊个有小姐嘛，就倒的倒的，停的停的，哪会哪会安尼嘛？而且我听说啦，我们说八大的小姐有一个非常厉害，就是那种老司机或者是说老教啊，有一种很厉害的特技特能，不能讲特技，很厉害的，不是说，makeup 的是对。他们走进包厢就知道今天，比如说在场有六位客人，他们走进包厢就知道谁买单啊？对，怎么看出来？没有没有没有，不一定来，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出主客来。对，但台湾桌我不懂，台湾桌那个makeup太多我不懂。日本桌很简单，你只要看谁先坐下，那个就是主客，就是买单那一个。没有主客买单，有可能是后辈。对，但我们一定要先抓住主客。是，对，因为有可能买单的是别人，那我要让他今天买这一份单，就是为了让他客人开心，所以我们要看出哪一个是我们今天首要让他开心，跟让我的客人觉得有面子的人。因为听说早期啦，不是现在啦。嗯，听说早期很多合约都在酒店里面签出来的，现在也差不多。对，现在不一定，因为现在陪侍业都线上化了。这等一下来讲。那因为你知道嘛，像比如说一个很大张的单，然后比如说业主可能某 A 某 B 某 C， 然后你知道扎波郎嘛，对，加喵我们假车，对，然后就带去那边按奶红欢喜，对对对，然后啊要签不签的时候，旁边小姐的那一起来嘛，哦红蛋哎，跟前面蓝蛋哎来讲宵夜什么会，然后他那个那个金童上脑了嘛，啊可能啊约就签了，然后可能一单可能300万500万2-3千万就成交了，你们在店里面看过这种画面吗？因为我们都是日本客人比较多啦，所以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他们早上参观完了工厂，然后中文、英文这样一整天很累了之后，然后那个台湾的厂商就会把他带到日式酒店来，然后我们就用客人的母语跟他聊天，然后让他得到一个我就是可以放松的一个状况，然后客人也觉得我现在可以丢给小姐去
那个管，然后也对对对，然后我可以趁机休息一下，然后明天的话可以再冲刺这样子。听说你被包养过？对。你在26岁的时候，做酒店谁没有被包养过啦？我不知道，我没做过。你没有包养过，你现在也在包养太太啊？哎，你啊，你讲是有影哦。对啊。系啊，我对。对啊。那年我22岁，29岁。我有摸到一生嘿，那枚我咪这批烂的，底下吸着我的目屎。所以我都说不是包养，就是我就遇到会照顾我的男人。哇，你啊喂，我听就讲去结婚陪。你遇26岁的时候，你遇到一个肯德基爷爷，啊，长得很像肯德基爷爷的我记上，对，好，然后他每个月花7万块包养你，就是，然后每一次见面再给你7万，对，哈，对，讨价还价，对，就。吵架，好害羞哦！因为这些事情写在书上，我就已经够害羞了，还要在吕大哥前面讲，我就更害羞。你别叫大哥同我对过，我减你一岁。你想以为我想搞？我现在坐台，我有提钱。好啊，那大家拢爱叫哥。啊，所以我人客了对啊。大家拢爱叫哥，然后不好意思的，我收钱，我拢就敬业。所以。那个7万块是他开给你的，还是你开给他的？没有，是他自己开给我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因为我那时候是跟他初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店里嘛，他就店里的客人。然后我那时候有，他白天约我去，好像去吃饭还是什么的。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他说，喂，你为什么要上课？我说因为我觉得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现在还想要再多加强一些，我才有办法跟你聊得更开心啊，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见了几次面之后，他就很喜欢我，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我可以资助你的学费吗？”这样子，我说：“真的吗？真怎么好意思呢？当然好啊，这是我户头，谢谢。”然后他就为了我扫码，他就为了我就是在台湾开了一个账，就是应该是说一个职缺，是跟他总公司的，就是因为他是7间工厂的老板嘛，然后就跟公司就报了一个台湾的助理的一个薪水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每个月户头就会有7万块来，然后他两个月来台湾一次。哇，这个巧安尼，某个抓袂到，抓袂到，小开一大，对啊。然后我去上当时当实习者啊。但如果按照他的岁数，现在应该已经过世了。对对对。然后那个两个月来台湾一次，就又会再给我7万块。嗯。对，然后我平常的时候就是去学日文啊，学英文啊，学。美甲设计、学唇印设计之类，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救国团的唇印设计的那个第一次上课，然后我坐在最后一排，然后老师就在前面说：“哎，那我们第一堂课大家来互相认识一下，因为救国团都是已经满18岁以上的那种成人的补习班嘛。”是。然后就大家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啊，什么之类的，自我介绍一下，认识一下同学。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嗨，大家好，我是 Sienna， 我现在工作。”情妇，每个月收入大概数十万，谢谢大家。那我就坐下来了。你去招生的吧？没有，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啊。你去招生的吧？不是，因为我其实因为我是金鱼脑，我很容易忘记事情，然后所以我不太爱说谎，就是这样。因为我说了一个谎，如果忘记，我会忘记，我又要再圆一个谎，所以我大部分我就很直白的讲，然后我就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到底要介绍我是什么工作？我这很紧张，我就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工作，但我现在确实唯一的收入只有那个男生来的，就只有肯德基爷爷给我的钱。你就说我在肯德基打工啊，专门炸鸡啊。我怎么没有想到？你想吧，想吧，小帅哥。我当时应该要这样讲哦。哎，对对，那然后反正我就总而言之，我就我现在是情妇这样，然后就所有同学都往后看。啊，你不要那介说。后来怎么跟他结束的、喔？对啊，后来因为其实那时候的远距应该是说远距离，然后就是他年纪也大了，然后所以身体逐渐不好，然后我跟他提分手的啦，是我跟人家提的，我妈这件事念了我5年，你母嘛知啊？对啊，我每一任男朋友都会带回去给我妈看，对。都会跟我妈认识，然后我妈第一次见到她说：“哎呦，这个比我更大呢。”啊，你不会讲哇，你高腿啊，那全是独孤。有，她就细节的啦，她就头低低，然后就用台语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们家肯德基爷就还在问我说她在讲什么，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那肯德基爷拿出一个纯金手表之后，我妈就说：“哦，接赞接赞接赞。”不，实在，
这人这人实在，务实。我妈就讲，无代志，无代志，哦，这好，这好，赞赞赞，都我快笑死了。欸，那你这边有提到一个独特的三秒、七秒凝视法，对，还是啥？反正欸，这个是我在酒店里电眼传情，对对对，悟出来的。就是如果 你在比较昏暗的场地，或者是比如说夜店也可以，对，然后你要怎么钓异性？就吸引异性的注意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在酒店也常常做，就有一点像创造那个暧昧的空间，好莱坞电影的那种突然凝结的瞬间。对，就比如说，就是你本来在跟别人讲话，然后我一直盯着你，好，然后你是盯别人的，你是看别人的，但你一定会感觉到我在盯着你的，小可喵喵啊呢？对对对，然后当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大概会跟你对视三秒，然后我再把眼睛挪开。对，然后你在想说，这走廊在看他小啊，好，然后接下来你再继续跟别人讲话，我再继续盯着你看，盯到你愿意再看我，我会再停住三秒，然后再微笑，然后再撇过头去，然后男的就会想说，干你俩看他小，我是兵奴，现在嘿嘿，好，然后大概就是来个三次之后，男生就会觉得说，那女生是对我有兴趣，还是我脸上有东西？大部分会这样。对，那接下来就是可以聊天啊，说话啊，然后在某个瞬间点再停住。哦哦哦，安尼喂，安尼喂，安尼喂。大概凝视个七秒钟左右。哦哦哦，顶个安尼搞我看是调查局耶。然后再说一句，不会，我真的觉得你蛮幽默，好好笑，是我喜欢的戏。哦哦，安尼喂，去给我陪啊。搞搞搞，大概就是做这样子的案子。那我觉得暧昧这些，怎么卖暧昧？就除了眼神是，然后肢体的接触，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语言，然后语气，大家都全部都放慢一点就好了。语气也是放慢速度。等他像多啊，吃咪药啊，药啊多啊，发抓啊，慢慢来讲啊。差不多些了些，然后眼睛有点眯眯眯啊，稍微稍微啊呢。对，啊些夸嘎嘎呢。哎，那女生就在这个时候是最有魅力、最柔软的时候，啊，男生就会觉得比较吸引。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欸，那我们这么讲，好像日式酒店啊，那些日本客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小姐？如果外形上来讲的话，大概就是比较娇小的女生，小芝麻。对对对，小芝麻比较多。然后个性的话就因人而异，但基本上全世界男生都差不多喜欢，嘴巴讲的都是什么，就是有肉的。就长在对的地方的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男生都喜欢大胸部的，我都没有讲那么直白。你玩胸后，我该吃吧？哎呀，对，我以前上酒店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巨乳可以统领世界。欸，但是你说里面有高颜值的村姑更让人怜惜。哦，对，这就是什么意思？高颜值跟村姑这两个名词很容易。冲突吧。其实男生到酒店去，你都会去找那个看起来最没有风尘味的女生，就看起来好像大学生型，然后最无辜的，然后或者是最邻家。看到假和假呢？对。然后，但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大拉拉讲话的比较大声的，然后客人就会觉得说：“哎，你一定是经验很多啊，或者是男人经验很多。”然后就会专挑这种，比如说那个王祖贤那一种很。清纯型的啊，或者是像那种像以前啦，以前我讲以前的明星，是因为早期那些是指标性人物，什么周慧敏那一款的，就看起来就是我什么都不会，校园情人那一种，不会啊，我也不会喝酒啦，我真的一天上班真的不太会，什么都不会啊，然后客人就会觉得哇，那叫勾追我，你搞啊，你搞吼，你不要不要紧不要紧，但殊不知这些女生都已经上十几年了。所以你知道那个以前啊，我们公课本里面有那个琵琶行，好，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对。然后那时候课本的翻译都说哦，因为他害羞什么的。那个琵琶女看比你看贼，他会害羞，你比你看凶哎啦。犹抱琵琶本来就半遮面嘛，你琵琶的他管个大鸡嘛，对啊，跟害羞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他在滚脑说闹北噶。所以。就男生就大家会觉得说女生的基地印象应该是这样，所以你就比较没有经验，比较没有什么之类的。然后像我们这种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反而让客人觉得哦，你经验很多。没有，其实我只是清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而已。我这个敏感呀。对呀，啊，但没有啦，但去到
你知道男生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也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教育，然后也反现出另外一个男生比较弱势的一个地方。嗯，也就比如说我之前有看那个简少年分享一本叫《男孩危机》，然后就是讲说那个你应该怎么教育你的儿子，因为比如说在很早之前的石器时代，男生说要出去狩猎的，女生在家里就是照顾老婆小的。采集渔猎。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了比如说农业了，开始做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男生也是要去做出众的，你就是要出去外面打拼，女生还是一样在家里就煮饭、带小孩之类照顾老的。对，然后到了战争的时候，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男生就要出去打仗，所以阿祖、阿公、爸爸都跟你说男生很重要，男生一定要扛起家里，因为他的长辈也是这样教他的。可是现在来到什么数位时代，我们在工厂的时代、工业时代的时候，女生能男生能做，女生也已经开始可以做了，女生开始站起来要争取平权了，好，然后接下来到了这个现在毛主席说过女性撑起半边天啊，对，然后现在就是数位时代，他还是接受这样的教育，但是现在男生可以做的是，女生甚至有时候可以做更多了，可是我们女生也是从阿嬷那一边这样教下来，觉得我应该要找一个可以照顾我的男人，可是我又在因为这个数位时代，男生已经太难找到自己的定位了，太难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好，那女生又已经强势到一个我什么你会做的我也会做，那凭什么我要照顾你？对啊，或者是我要照顾你的原生家庭，那你怎么不照顾我？我们也是我们的能力越强了，但我们要求的跟以前也是一样，希望男生可以照顾我们，但我们又贬低他。对，然后所以，然后现在的男生又觉得我照以前的教育来讲的话，我应该要站起来保护我的家人，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收入。因为低薪太多了。现在负担多大，你知道吗？对对对。较早无了无保无健保，较早也唔免手机啊，所以你也免立网络的钱吼。啊，厝里有时接电视就足够啊，无塞车嘛不要紧，脚踏车猛打。现在不是啊，大行拢爱有啊。对。好像中国不是一见面就是有车吗？有房吗？有存款吗？可是，然后你的爸爸，然后你的阿公都跟你说，查甫哦，身为男生哦，哎呀，安娜，你不能够有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下来的。然后可是这边的女就你出去外面接受的这些异性又一直给你抨击啊，你哪探不及啦，你怎么没有像吕老师一样这么幽默好笑啦，啊，你怎么没有像谁一样那么会赚钱啦，哎，你叫我闺蜜的男朋友啊都生日还会送他什么，你怎么都没有啊，这样。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反而是走在一个男生弱势的时代，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会花钱去酒店那个去寻求慰藉，因为家里的老婆只会念他，然后我讲的那些丰功伟业，他的朋友也听了五十次、三十次了。我听见我也唔中许美仪啊。可是你只要花个几千块，就会有年轻可爱的妹仔跟你说：“哥，你好棒哦！”对啊，你哪家搞哪家好省，对啊。然后尤其对不对？我逐天变个小唔知，我一个月摕你五六千块去行店，安尼够过分？嘿妹，安尼够过分？好像不太对。我只是入戏而已，老婆，老婆，我不是安尼，我只是入戏而已。不啦，因为我去从来没有买单过。我们没有要推崇这个哈，没有哈，因为现在的酒店业也正在转型啊，哎，对，因为现在年轻的女生刚才讲都线上化了，对，所以现在的女生年轻可爱的妹妹也不去酒店工作了，所以在线上，然后两个对喝就没有啊，就变成是现在的直播主啊，哦，有没有？我现在只要或者是我花时间，哎，那个较大条哎，对对，我常看到那种就抖那个200多万，连手都没看到，对，那就又不一样，就因为疫情，然后因为网际网络的。然后跟智慧型手机的普及，所以让陪事业也面临了一个大转型。以前你要走到店里，你才有这些昏迷的在陪你。可是你现在手机打开来，动不动就是露事业线的美女图、比基尼，然后甚至是免费的那个 A 片群之类的。对，那所以你在手机上，你基本上不用走出门，你就可以一样是满足这一些人类基础欲望。互动感觉不一样啊。对对对，那当然。不同款，但是你如果从来没有去过酒店，你不会知道那不同款的待遇。比如说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客人问我说，酒店是刚需，不可能倒啦。我说哥哥，
你要知呢，那是因为你有去酒店，你知道这种人与人的连结不会断，因为那个感觉不一样。可是他们从出生到长大，从来没有去过酒店，他怎么会知道哪里不一样？是，对不对？所以年轻的女生缺钱不会去酒店上班，年轻男生也不会去酒店消费，因为第一个刻板印象，我去酒店我要花好多钱。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上酒店会。如果被我的朋友知道，可能会觉得，哎呀，你好色哦，或者是你怎么会这么？不会啊，就哎，丑坏丑坏丑坏，我个蚂蚁鬼来就坐来看嘛。对，你看大家都会讲说，我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大家就讲我有形象要顾，我不会绝对没讲我有去过，对不对？然后，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会去哪里找慰藉？会在线上，然后就会在抖内直播组之类的，这些我也都讲说，这也是线上化一种。那我今天是女生，我加入了直播的这个行列之后，我可能就会加入某个经纪公司，然后进了经纪公司之后呢，经纪人就会跟你说，哎，有厂商要找大家一起吃个饭，哎，你就出去了啊，还有钱可以拿，你就不知不觉从直播主又变成饭局妹，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跟你说，哦，厂商说要招待大家出游，你又变成伴游。所以一波一波打入死亡的境界。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陪侍业的延伸。欸，那行啊，我这么说啊，对，因为我们常看那个以前看那个新闻都会讲嘛，就是八大小姐喜欢拜什么狐仙呐，招桃花、姑娘庙啊，然后十八八海花、十八王爷公啊。对对对，你真的有看过这一种吗？我觉得还是你就直接带团去拜。也我有被带去拜啦，就是被妈妈想带着去拜，因为你做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桃花，是，对啊，但其实也不只是这个行业，因为很多业务也需要桃花，然后比如说很多电视界的、电影圈的，大家一定都是有迷信这一块，所以不是只有酒店业迷信是 ，OK， 对我这样先讲清楚哈。那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就遇过信那个仁波切的小姐。就说，哦，这也太跳痛了吧！我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四面佛啊，或者什么土地公、行天公之类，然后就像刚刚吕杰老师讲的姑娘庙或者那些什么狐仙之类的，我还有听过，也有仁波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宗教信仰不太一样。那大部分因为酒店业，比如说像台式酒店，比较靠的是被客人选上，那一种选飞的是。那个礼拜七八个安尼，对对对，像现在的白色衣服都留下，嘿，对，像现在那个南公关店也是用选，我听说那个用选妃贵妇在砸钱比男的更狠哦，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我因为我要被选上，所以就需要那个运气，对，那就会去拜这些。那我们最后这么讲了，就是其实我们当然了解很多人他可能到八大去上班是不得已，好，比如说家里有负债啦，或者是他自己喜欢花钱有负债，当然我们也承认有一些可能就是虚荣，当然一定有嘛，爱包包啊，就是我爱什么的哈，然后那某作者是不得已的过书嘛，对对 对， 對，被男朋友骗嘛什么的，对对 对， 對，你应征来的人，像你自己也开店嘛，对，我是开酒吧的，对，在这个行业应该也20年以上了，对，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真的是误入歧途，他不知道可能被骗过来，或者是他以为是很正常的当服务生的性质的，你把渡鬼吧。吕老师，我要讲的是，因为我开的是酒吧，然后再来我带的是日式酒店，所以其实我只有遇到误入歧途应该要去酒店上班的客人。就会觉得说你一直在疯狂约炮，你为什么不要去出场店上班就好了？要钱赚？我觉得我们这边是正道啊，是，对，所以我不觉得我这边是歧途，然后所以我也没有遇过，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没有逼良为娼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所以你待在这个行业，全部都是因为。你觉得这边比较好赚，好，你无法适应白天生活了，对，那比如说我在带导览的时候，我也会讲，每个人进这一行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千奇百怪，好，然后进了这个行业之后，有没有办法恢复到白天的工作，那也是看个人的意愿，是，因为我有遇过嫁到日本去的姐姐，然后过得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有遇过嫁到日本之后，然后又回来。上班的，然后我有遇过本来不出场，到后面因为他无法做白天的工作，然后到后面
只能做出厂，因为年纪太大了，嗯，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做，然后或者是他照顾什么金帐的儿子，然后譬如像疫情期间，我们工会就有收到个案是在万华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嬷用200、500在接性交易，只为了养家里那个30几岁金帐的儿子，好，那我觉得酒店这个行业是接起这个社会安全网接不到的这一群人，嗯，都的行业，比如说，我不会讲有什么误入歧途，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是一个，你只要肯做，嗯，然后不管你的容貌，不管你的年纪，不管你有没有生过小孩，不管你是否背债，你只要愿意做，好，八大行业总会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上班的，阿公店啊，半套店啊，理 K 店啊，礼服、制服、便服，什么piano bar 之类都好，好，你只就看你的你愿意做的程度有到哪里，你只要肯做。这个行业总会有个位置给你，是，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沈燕娜来我们现场，尤其他刚才那个三秒零四，讲到想哭了是不是？他那个三秒零四、七秒零四，的确会让人气给不赔，你知道吗？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啊，鼓励大家啊，这个往酒店跑，或者是从事这样的行业，我只想让大家只是说他的确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他的确存在过，对，而且到现在还在存在。对，而且是有这个需求的存在。对 ，OK， 對，那或许你可能啊、比较了解它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最少你被红动这盘呐、啊。对对对对对。好，那、欸、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对不对？是、啊。拿出来我们看看，哎呀、啊，哎呀、啊，来来来，人生永远不怕夜黑。对。华灯初上。对。因为那个脚本就是你的故事嘛。对，就整个书就是在写，大概从25岁进了酒店之后，然后到现在是就是职业工会，然后应该说我是算酒店业的指标性人物了啦。然后我希望可以撕去大家对酒店的刻板印象跟标签，让大家可以更认识这个行业。我们真的不是只有在卖悲情牌，而是我们是。活生生存在的人，它就是一个娱乐场所。然后全台湾靠这一个行业在吃饭的家庭也有超过上百万。我举例来讲说，卖杯子的啊，然后厂商啊什么之类的啊，酒商啊、小姐啊什么之类的都有。然后少爷啊、单亲爸爸、单亲妈妈 ，whatever 什么之类的。但我就只想要让大家对这个酒店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因为当时的我觉得大家的歧视或者是误解，或者是那一些谩骂。都是因为不了解，是，对。那当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就会多一点体谅，嗯，对。那所以这本书的话，大概就是会写一些我曾经遇过的一些小小的生命历程，这样子。嗯、对，因为哦，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呐、啊，对。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对。当然，你像谁拢无讲嘛，对。有当时啊，就是你较好命，对。好，你讲啊，伊买当病啊。没有，你的也排名啊，是你不都想象因为你的起点就已经是我们的终点了。我他妈拼死拼活拼到才有你现在原本一开始就拥有的东西了。OK 了，我们今天不是在推广所谓的酒店文化，绝对不是，只是要跟大家讲社会还有这一面。对，然后呢，你不用真的去。你只要买这本书，你大概就会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谢谢喜宴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李老师，我交给陈丽来，谢谢 ，OK， 岂有此理，我们下次见，拜拜。